销全球的《哈利波特》系列小说第一集《哈利波特：神秘的魔法石》原始手绘封面，26号在苏富比拍卖会上以190万美元，大约是台币6187万元的天价售出，创下拍卖纪录。插画艺术家泰勒仅仅花了短短2天的时间，使用水彩跟黑色铅笔创作了这一幅经典画作。苏富比就表示，原本估计这一幅画的售价大概在40万到60万美元之间，但没想到却以天价落锤。这也是有史以来在拍卖会上售出价值最高的《哈利波特》相关物品。Hello， 我是林晨佩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或是体坛动态吗？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